啊，种田我们就种田啦、啊。都种田。嘿，啊，种田，种田就是这样，长也是。啊，我们刚分，我就嫁过去就，嫁过去就没有，我都没有财产。我们这两个这样是努力去做的，才有这个财产做生意啊。现在、啊。后来是自己又开杂货店。嘿嘿嘿嘿。我先生去。去抓鱼呀、啊，去抓鱼就回来，就这样的生活啊，慢慢来，就这样子。嗯。那现在呢？有没有觉得说啊，小朋友也大了？啊，长大了，现在小朋友都在高中毕业了，有的还没有毕业，还在读书。一个又在屏东，两个孩子，啊，小的孩子是。一个打球，一个是已经毕业了，哎，老二有两个孩子，男，哎，女孩，啊，最大的就我最大的男孩子，两个孩子，一个小的，大女儿是指两个孩子，两个孩子。我是妈妈。